事我说清楚就没事了，赶紧走。哎，不，少爷，看看对你学武也有好处。我对打打杀杀没兴趣。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姓徐？停下，问你话呢。路过，跟他们没关系。刚才厉害。你看那破马怎么还跟他走了？哎，老婆，啊，你说这人男女的？我不是很有经验。你看他那脸型像不像狐狸？也是王北，徐凤年的画像刚送来的。徐凤年，哎，请留步。哎，别误会啊，我们也是顺路，可能就是想提醒你一下。一会儿万一后边再有人追过来，你跟他说出你的名字就没事了，除非你也姓徐，明白了吗？反正我说过了，咱们走。哦。等会儿，我再试试。
么破马，服了我都。三年了，这马也老了，走不走看心情。要我说啊，这破马就是你亲生儿子，老黄有后啊。又见面了，徐凤年找着了。你就是徐骁的儿子。大人跟我说笑。这话昨天还没有呢，刚送到。也是你命数该绝，哪儿来的？徐子旗下35万铁骑，想要你命的，总会有几个。北凉军中送来的。徐凤年，亡国之恨，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是是，徐骁杀敌无数，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，要怪。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。这可不是啊。怕。有可能。你说的废话。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老黄快走。大人。能不能给个机会，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家门你开。我告诉你，徐骁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。阁下是谁？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洗干净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乃天下之敌。阁下今日若让开路，算我等欠你人情。我救你命，让我静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我。阁下可想清楚了，只是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全给我杀了。帅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随便。哎，老黄啊，你看他像不像狐狸？脸白手也白。那我以后就叫你白狐脸呗。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。
你真是徐骁的儿子？等你送我回了灵州，咱们进了北凉王府，你不就知道真假了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？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。他们不配见我双刀。那什么样的人配见你双刀啊？朱威，干嘛？那女的你认识？轩辕清风。微山虎牛大港上的轩辕世家。就是，江东轩辕。你也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轩辕世家有着数百年的基业，天下江流水运皆在轩辕门下。轩辕家还有个老怪物轩辕大盘，你是天象境。金刚指玄天象，那不是跟王仙芝一个境界了？轩辕清风，那不是轩辕家嫡长孙轩辕敬城独女吗？你怕他？怕是不怕的。那你躲什么？也就是之前三年游历的时候，跟老黄遇见过他。你把他怎么了？这不是当时还有个温华吗？他就是看见轩辕清风长得不错，夸了两句。怎么夸的？也就是什么臀部形状啊，利于生养啊。温华说的。然后这轩辕清风他不讲道理啊，他追着我们打，就这么点小物，江湖儿女嘛，应该大气些啊。人家没杀你就够大气的。魏爷爷，远远跟着前面那队人马。明白。你这什么表情？不是躲吗？跟着干嘛？轩辕家有用啊！轩辕家族掌控天下水脉，辉山跟龙虎山一江之隔，仅凭一个世家可以和龙虎四天师分庭抗礼，多高的地位！所以徐骁让你联姻？绝对不是。实不相瞒，这一行轩辕家本来就是要去拜访他，倒是遇着这轩辕清风是个意外。看这方向，他也是去辉山。他们家掌控天下水脉，他怎么不坐船改骑马了？要不你去问问。轩辕清风，听说他和他爹势不两立，这一脉顺下去，或许有好处。算了。还是先上小舅子要紧。路过的，并无恶意。杀气还挺重，好盔甲，好刀法。
不打了。能麻烦问一句，为什么要动刀？我们认识吗？刚睡醒，脾气躁。这会儿呢？刷不掉，睡觉。阁下贵姓？小路更近，能早归回山。走小路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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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袁庭山，小姐，这是要回山？回山又怎样？还是别回了。你只是我轩辕家的门客，敢拦我的路？我也是听令行事。听谁的令？老祖与古牛将大雪瓶亲传调令要我回山，轩辕家谁敢违命？你说呢？我爹让你来的，我若非要回去呢？回不去的。姓都重，谁家有这半截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公子是来救姑娘的。阁下是谁？人家问你话呢。
去药房，我不露面。那你费劲救人家干嘛？你想啊，当天我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而温华也就是夸了他几句，他就追着我们打了几条街。这如今我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扯平了吧。多谢阁下相救，还请当面道谢。是你，你给我站住！老虎，放弃！温华，姑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好屁股，好生养，那都是夸人的好词儿啊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只是屁股，你看这腰也好，杨柳水蛇、黄蜂，这都能对得上，好身材，好曲线。杀了你，臭流氓！哎。轩辕姑娘好呀。哎，等等，姑娘你记错了，当时怎么是我一个人呢？明明还有一个老黄，还有一个温华，那些话都是温华说的，我最多就在边上竖了个大拇指，帮了个腔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，姑娘姑娘，我也是交友不慎，咱们都是受害者。你还敢出现？这不有缘吗？后会有期，属兄。魏爷，放心。他逃不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就差那么一点儿，都不知道怜香惜玉，姐姐白疼你了。那要不我来心疼心疼姐姐？小嘴真甜。又跑了，调戏到老娘头上了，就在前面，追。你是北凉徐凤年？我这个身份人人喊打，用不着假扮吧。刚才要拦着你那个人是谁啊？与你何干？看来是有人不想让姑娘回辉山，不如同行。这一路可不好走。你许萧儿子？姑娘是彩礼清楚这关系？这么看来是有些像。姑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也上辉山？我去龙虎，一江之隔。刚好，同行一段。哪儿去了？过河了。多谢前辈。知县法还是暗器？
36天罡，桃木剑阵。桃木剑阵为什么用玉剑？这不显得贵气吗？旁人给世子带去。好。我这全力一掌，就算不死，也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地逃走。别装了，你又没晕。我真要杀你，刚才就不会救你。干嘛救我？你动刀偷袭的是北凉徐凤年。有机会联手再杀一次啊。我要是不跟你联手呢？我不勉强别人，不过你想清楚，你对他动了刀子，北凉会放过你吗？轩辕家会为一个门客与徐骁为敌吗？你什么时候动手？下次见面再聊。希望你能活到那时候。好汹涌的江湖啊！自此而上，便是我轩辕家私宅。敢问世子因何上山？这儿离那老头的贼窝还有多远？不算太远，再往上走就是古油匠，那处有块平地，是为大雪坪，轩辕大潘就在那里。就瞧瞧这古牛匠大雪坪的风景。李淳罡，世子，这是要马踏灰山吗？你看我带马了吗？古牛匠乃我轩辕一族老祖所在，不容外人涉足。下雨了。什么？有伞吗？借来用用。每年酿的一坛当归酒送过来，当真一口都没喝。忍到现在才敢出手。这酒确实不错，可以尝一尝。不是不敢，家族确实亏欠了轩辕大潘。本来这个老祖算是镇住了灰山，可没想到他竟动了这样的心思。怎么？小人只是来通传消息，徐凤年已经到达山门，二爷率领众门客正在与其僵持。来了就好，你去吧。是。你把徐凤年带到古牛匠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徐凤年要对轩辕大盘下手。清风，以后你娘就交给你照顾了。轩辕进城，你去哪里？古牛匠，大雪坪，圣人有云：“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”这陈年旧物，是应该要扫一扫了。您要动手，他是天象镜。管他什么镜，谁都不许动我女儿。Thank you.
会。伞可以给世子，还请世子返身下山。我今日要是想看风景，就必须看到。麻烦让路。这儿不是北凉，拦住！爹要跟天象镜动手，徐凤年又怎么会上山？自然是为你请上山的。为我？轩辕大盘如果死了，凭你个人之力无法接掌灰山。前提是轩辕大盘死了。他若未死，你可以跟徐凤年下山。我要带他上古牛将。娘，您不上古牛将吗？不去了。万一爹真的杀了轩辕大盘，您不想亲眼看看吗？你忙你的吧，娘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人生当苦无妨，良人当归即好。我家烦，请让路。你不出手吗？这小子想看风景，干我何事？我干嘛帮他？世子得罪了。陈一爽，让他上山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决定。老祖下令，让徐凤年登古牛将。老祖让他上去。这种事儿我怎敢凭二叔？让开！我来带路。轩辕进城，请老祖宗现身。轩辕大盘不知道我要上山吧？临时扯的谎。如果轩辕大盘死了，这谎就没人知道。那他要是没死呢？那又什么都结束了，谁还会在乎一句谎话？哎，老头，哎，你觉得他身段好吗？好身养，比你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还在长身体。没事，徐凤林不在乎。谁要他在乎啊？
这么多年倒是小瞧你了，是为你女儿来的。轩辕家近百年威望，全依仗老祖宗支撑，我代表轩辕一族谢过老祖。你女儿就是谢礼。然而这条路走错了，错又怎样？轩辕进城求战。进城读书可曾读到天地共鸣？你可知到哪一步才算是天象境？是否天象，一试便知。我倒要看看你能否熬过半招。希望我爹赢，但轩辕大盘是天象境高手，诸般武学无不精通，要赢他谈何容易。我愿只身探昆仑。天象境真能凭心意改天下？只是凑巧撞上打雷天而已，要真能呼风唤雨，这天下就没旱灾涝灾了。反正我也不懂，前辈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三爷死了，是轩辕进城所杀。胡说八道，那书呆子人呢？上大雪瓶了。不可能。李前辈，这轩辕大盘到底什么水准？当年窦建他输了，这以后我就不知道了。瞧着比当年长进了。那他爹呢？他爹山下条件还不是天象境。那岂不是输定了？境界未必能决定一切，轩辕大盘跟王仙芝都是天象境，人家一只手都能打赢的。那您呢？我一只手也行。变了吧。结果如何，你都已是必死之身了，还请老祖陪我同去。就凭你这投机取巧逼出来的天象境，
这怎么变三道了？快有结果了，生死胜败就在眼前了。全力一击，又可曾伤得了我？哈，你也来了，正好。等杀了他之后，再与剑神一战。既然田相竟杀不了你，那我就再上一层。田相竟再上一层，便是陆地神仙，连王仙芝都没到这境界，你怎上得了这一层？老祖，可曾听说过昙花？初开便败，刹那芳华。这境界说上就上吗？哎，他这是用自身气血为星柴，燃起星火，登临绝境。可就像他自己说的，初开便败，他的性命也到了最后一刻。这不可能，就算是不惜性命，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陆地神仙之境啊。从善如当，虽难可达昆仑，老祖宗真的应该读一读那些被你视为无用的书。若不能明了事理天心，你一辈子都不能登临此境。你也配合我讲大道理？老祖还有什么遗言留给惠山？就算你现在是陆地神仙，又能活多久？只要我全力躲闪，你又怎么能杀我？到头来，还是我亲眼看着你不甘而亡。打不过就躲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这是致敬退，要是换做您呢？用剑之人，只进不退。
年靠自身就能杀的，已经很了不起。你现在还能活多久啊？爹。等等，我可以让清风做家主，我可以发誓永远不碰的。请老祖升天。主离世，家族不可一日无主，如山重担只由我来承担。来人，将这谋逆者的女儿拿下。等等，北凉徐凤年愿借天意，主掌轩辕。台总，是。夫人，轩辕大盘死了。
潘总，他什么结果？大公子他可以一己之力捕杀老魔头，同归于尽了。你是来投靠的？大公子说，他若战死，这锦囊交于夫人。是回山，不是北凉。轩辕敬城欺师灭祖，罪不容恕。他的女儿怎能执掌回山？就算撇开这不说，家族的诸般事宜，向来都是由我和老三共同打理，千头万绪，他如何接手？就算他站上了高位，族人又有几人信服？世子身份尊贵，有您在，自然能压得住一切波澜。可您又能守在灰山多久？他说的挺有道理啊。若我做了家主，也愿与北凉结为同盟。至于我这侄女，可以赠于世子。你家长辈都挺不要脸的。我二叔心性桀骜，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我爹和三叔爷也离世，再也没人能压住他的野心。北凉与灰山相隔甚远，他一定会甩脱北凉控制，甚至会反身咬上一口。这样的盟友，你敢要吗？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啊？他问你话呢。哎呀，这话不好回答呀。怎么说？这丫头要是说忠于北凉，轩辕家会不满；要说一心为家族，那徐凤年干嘛帮他？那不是选什么都错。殿下也别想，有朝一日陆国和徐凤年会怎么选？齐赵叔叔，华英英，别人听不见。你也听见了？好不容易找到你，曹长青能放心吗？这一路他都在。我轩辕清风发誓，若我执掌轩辕，必定竭尽所能振兴家族，让轩辕家屹立不摇。大话谁都会说，你凭什么做到？我为家主后，问鼎阁将为全族开放，即便是门客也可入内研习武学。真的是能抢红豆为家主，我们真的很幸运。太好了，我们也能研习武学了。不是，振兴家族，只怕家族成了别人爪牙。如今轩辕大盘已死，灰山孤立无援，此时依附北凉也可保轩辕家平安。但我于此发誓，轩辕不会永远做别人棋子。
等下一代天象镜出现之前，对，轩辕家将会全力配合北凉行事。那要是有了新的天象镜呢？有了天象镜，条件再谈。实在。轩辕家主之位，可不是二位这么说话就能定的。到头来，还是要看家族中人心中意愿。诸位，若轩辕家由这么一位黄毛丫头来做主，岂不成了天下人的笑话？请各位扪心自问，谁更适合接掌轩辕？这还用选吗？长幼尊卑，方为一族之本。说得好。长幼尊卑。清风啊，你且听听，这才是人心所向。呀，只说长幼尊卑，大公子才是嫡子长孙，大小姐名正言顺，正该是轩辕之主。轩辕敬义臣死，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恭请大小姐执掌轩辕。不是我，还能有谁？你爹不简单啊。天变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轩辕镜整和轩辕大盘同归于尽，轩辕清风将要执掌轩辕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你？不可能。相不相信都可以，可留给你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。厚葬二叔。大小姐放心，拿下袁庭山。是。副上。是。相信吗？为什么来通知我？帮你啊。为什么帮我？
徐凤年夺你机缘恨不恨他？不如一起杀他。我不是傻子。嘿，你想要绝学，我能给你。你想要前程，我也能给你。人走了，走。反正你也无路可走，跟我过江吧，有惊喜给你。都起来吧。我说话算话，从今后轩辕族人皆可进问鼎阁研习武学，门客凡有功绩者亦可入内。哎呦，这下好，你真不怕将来有天才横空出世，鸠占鹊巢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，我既然做了，就敢面对任何结果。有几分家主风范。先生是？哦，贱民不足挂齿。在下当年犯错连累家人，是敬城兄救我全家性命，如此恩情自当回报。我爹给我的。是。我也有。敬城兄说，轩辕大盘死后，若世子雪中送炭，这锦囊便交于世子。神机妙算啊！你不打开？世子还未回答，您想要什么？人多眼杂，我不单独聊。小姑娘，赏花呀。甜的。什么？我说这花里有蜜，尝起来是甜的。我小时候嘴馋，就总摘了吃。人家姑娘家都赏花惜花，你就想着吃。我命苦，就爱甜。是甜。我爹最爱读书，这是他常坐的位子。他看书累了，就总爱望着这边的窗外。好像也没什么呀。是啊，这窗外不平江，无山色，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的是什么。他心里想的我从未明白过。做爹的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什么都自己安排，自己扛着，又不愿意说。大概是这样吧。
写的什么？门客族人的性格喜好、生平际遇，大概是来把握人心的。大概准备了很久。徐凤年若贪念无穷，切勿相争，可投龙虎山。从此清明，你娘若不愿上坟，不必勉强，不能相濡以沫，便江湖相望，一时幸事。打你出生，爹在桂花树下埋下一坛酒，一年一坛，至此23坛矣。私下取名女儿红，可好？莫怪爹唠叨，这些年爹每年和你说话不过5-6句，心里攒了好些闲话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清风，爹最可惜的是瞧不见你成家生子，若有将来，孙子叫扶摇，孙女叫雅颂，可好？他们想学问就学问，想习武便习武，人生苦短，糊糊涂涂过一辈子就很好，总好过爹这样一生求而不得，愿曾相会。怕你生厌，不再多说，祝我玉岁安好，无病无灾。我明白了。从这窗外看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但一直往下去的方向，就是我和我娘的院子。给世子留的什么？你这个爹呀，灰山没落，世子若想取而代之，只求留小女一条性命。轩辕大盘府内奇珍秘籍，尽献世子。大雪瓶上便是轩辕大盘的住处，世子可自便。我不要灰山财宝，也不要轩辕绝学。那就是要我。门外青鸟，论相貌不属于你，武艺远在你之上。虽然话不多，但是知情识趣，才智双绝。像这样的丫鬟，小爷我府上还有6-7个，我要你干嘛？那请问世子，究竟想从轩辕家得到什么？你等我一下。真甜。多吃点。请。亲娘啊，来点。好东西。
请。干嘛？有事儿。您这是采蜜呢？挺甜的。前辈，您好歹是个剑神，别什么东西都往嘴里塞。来点吧。哼哼。哎，来点吧。别客气，来点。我家丫鬟，不瞒你说，西楚公主。别瞎说。你想要人家帮忙，你的身份瞒不住。王国公主，怎么帮？这几日她就要回西楚，千里路遥，最快最安全的走法就是走水路。把她安全送到，就是要你帮的第一个忙。我自己能走。曹长青虽然武功高，但终究不会照顾人。有他们家的船，你路上安心些。官子无敌曹长青，世子这是敲打我呢。聪明人，不用兜售船。世子只散阵挥山，就是为了身边人。够用心的。没办法。我家丫头还欠我钱，不能出事儿。谁欠你钱了？这么多年吃喝不花钱吗？那你列个明细，我有钱还你。得算利息。不管你怎么算，我都认。北凉世子，西楚公主，这谁能想到？想到什么？没什么。世子何时用船？开口便是。等我下了龙虎山，就该走了。你还要登龙虎山？你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？真要杀，我绕着走也要杀的。那就一言为定。世子还有什么要求？确实还有一件事儿，也要轩辕家帮忙，也是用船。又送人？不，这次是接人。哪位？不止一人，不止一处，会比较麻烦。天下水路皆有轩辕，不管接谁，世子尽管开口。时机到了才能告知。怕我泄密？我准备的事儿谋划太久，牵涉太广，只能放在这里。不到最后关头，谁也不会告诉我。